一起做网络拼姿势，一起做五连拍，对，好不好？准备哦，拿出大家最可爱的动作。哪一集呢？准备了啊，哪一集？那一集，好不好？一号机，心机很重，好吧？五连拍，来准备了哦，看谁更没姿势。一二三，一二三四五，再一个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够了，我好想吐。我觉得周主持还是回修车厂。你也厉害，有的拼了，有的拼了。不过 Cherry 有一个一般人大概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，怎么说？有碰过台商跟你讨论过包养的问题啊？是，就是在留言板中，他会说他是一个台商，可能常返就是台湾跟对岸，嗯，然后就是说他一个月怀大概4到5天，嗯，那就觉得说，那如果说你那4到5天可以陪我的话，一个月就是大概20到30万。好，等一下。你只要陪他这4、5天，4、5天，当然就不理他，就是根本也没有。没有，我再问清楚，4、5天就有20、30万。对啊，这通告费蛮高的。你完全没有考虑？你很小量？真的吗？那个亚兰，这两个，不是，这25万就 K 了。好了，要问要羞辱你的老朋友们，七万，好不好？哦，而且。Cherry 呢，不只是不会考虑，而且你会做什么动作？通常会来包养的人都会用隐藏留言或用悄悄话，嗯，可是我会觉得说这种人很糟糕，然后呢，就把他公开了。哦，叫一堆网友去那个。而且我还曾经遇过，就是同一个其实是放同一张照片，可能他跟一个名车的照片，一个男生换了两个不同的账号来问同样的事。哦，对，放名车的意思是让你知道他很年轻，应该是，我觉得是。对，你本身的体质是不太容易怀孕的，是哦，但是后来是不小心怀孕的。对，因为那阵子是刚好去调经期不顺，去调经吃黄体素，然后就不小心有。那时候怎么会不小心？因为那时候演艺事业还，你那么年轻，怎么知道自己不容易怀孕？那时候因为就是我跟我老公在一起8年，都没有怀孕过。等一下，你现在才几岁？25岁。26。26，你在一起8年，16岁，16岁就跟他一起，16岁就开始试了。没不是，没有，因为他说怀孕不成功啊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们难道从16岁开始就没有做避孕吗？如果你有做避孕，其实你是不太知道的。对，其实我对过敏因为我的体质，你这样讲的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是敏感性体质，就我自己知道，我自己是敏感性体质。现在你难道不会觉得我们上一代有一点担心吗？真的哎，你去调理之后你就出事了，反正你又对他过敏嘛。那华北鼻，你本来有人要让你进演艺圈的，你就不能进来了。可是我觉得还好，因为那时候其实很犹豫，觉得说，哎，我现在还有我自己的工作，那我想要好好从事 model 这一行的工作，可能像主持接活动这些。可是那时候就觉得说，哈，我现在马上怀孕的话，可是我如果我大肚子的时候，一定是没有办法接工作的。那可能走入婚姻之后，其实老实说，在这一行其实很不吃香。是啊，我有这种感觉，就跟那种十几岁的年轻妹妹比起来，就觉得我瞬间老了很多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对，你千万不要在他们大面前再这样讲。老很更多的人，所以今天来这里我很开心。不要这样，姐姐到现在还在做。姐姐，你怎样？不是我刚刚完全没有办法把这两个词衔接起来。OK， 好，姐姐还在这样主持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请坐。接下来这位的封号也不得了。哎，这一位是你们刚刚在学的哈，真的，据说拥有童颜，而且他的身材沙很大的，号称人妻界的瑶瑶，好好来看一看，桑尼，来门打开，有啊，在这个姿势啊，来桑尼，请问一下几年次的？我7字头的，70。哦，70年次的，好了，还可以拼嘛，你们没有老很多了。小5岁。好，来，我们一样把那个帘子拉到颈部左右，好不好？来，帮我们拉起来。哇哇，身材也很好。Sunny， 嘿，刚才有特别淡如有介绍你的 title 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哦，那你的身材一直都是很好吗？没有，在怀孕前的时候只有 A 罩杯。真的？真的。现在是还在喂奶吗？哎，对耶。哦，那不久会消下去的。那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快就不见了。好，所以现在是什么罩杯啊？现在应该是 F 吧。如果
上来的话，应该就会超过 F。这样有 F 啊？我不相信，加口看一下。你干嘛看老婆？我帮你耶，我帮你耶。你看他们，其实他们两位都没有什么表情，因为他们上来的时候也是 F 啊。对啊，我上来的时候也是一啊。你在骗人。好了，不用讨论这个。那你们到底有谁要看看他长得怎么样？当然要看，当然要看了。胀奶高手，回去看一下。哎，真的是 F， 没有人看长相啊？我跟你说，看是不是 F？ 看脸，你们讲清楚好不好？哎，你好意思啊？哎，很可爱哦，非常可爱。谁比较危险？大嫂呢 ？Vicky 会比较危险吗？我不走可爱路线的。对哦。那可爱路线 ，Vicky， 你是走什么新路线的？走三八路线。他是瞎子看不见的路线。那一个是。他的长相的样子，在我们的大嫂团里面，谁会面临比较大的威胁？哦，一定是 Vicky， 是 Vicky 吗？哎，我又说话了，我的时候哦，我都没有威胁。哦，是哦 ，OK， 哇，那表示你也还不赖，真的哦。好，来 ，Sunny， 那准备好了哦，出来以后直接走到镜头前面走台步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准备了，一二三。可爱人气，老公为她跳海。一二三，哇，太可爱了！哇，哎，我觉得她有保守，她可能故意把前面那个要别针别起来，不然她胸部应该对啊。驼背了，很帅哦，他很害羞哎。不是，我只知道 ，Sunny， 你刚走出来的时候是急着去买菜吗？你刚就是急着往前面一直走一走，然后就要回来了。穿高跟鞋。不是，小五哥，因为他的重心在前面，所以一直往前跑。哦，你不会穿高跟鞋啊？是什么意思？你平常都不穿高跟鞋的、啊，就比较休闲的穿着。哦，而且你好像没有挺胸的感觉，对，他会有点驼背，对，没有害羞。Sunny 是在国外待产的，嗯 ，OK， 那在待产的或是生完孩子有什么故事吗？就是在那边的时候，因为那个时候胸部真的是胀到很大，然后我那一天一天刚生完的时候，一天可以挤1000多 CC， 哇，好羡慕。1000多 CC 啊，那可以为你三个小孩老公一起。我100 CC 都挤不出来，一天挤不到100 CC。所以人家是这样，你们是那样。我以前真的是没有，就是这样子的时候是完全是很像男生这样。然后后来怀孕的时候就是慢慢。所以应该很高兴嘛。哎，一开始很开心，后来就没有。那你的小孩吃不完怎么办？就是后来那时候，就是那个时候，因为小孩子刚生出来，一天只要喝30-40这样子，其他可以拿出去路上卖啊。没有，就是那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在月子中心，那其他的妈妈奶比较没有那么多。对，我那时候养了大概4个小孩，加我自己的。哇塞，大姐，小孩，对对对，有点话。回来台湾的时候，继续喂哈。对，回来台湾的时候还有固定寄奶给一个台中的妈妈。哦，是跟你那时候一起在月子中心的其中一个。然后他比较没有奶水这样。哇，那小孩应该是叫你干妈了。奶妈，对啊，慈善机构哎。哦，真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如果想说奶水，因为有些妈妈可能不太敢要，不太敢要的时候就会拿去那个医院供给早产儿。对，请问你罩杯变大，你的老公感觉如何？可能一开始还是很开心，后来慢慢的就觉得，因为你不会想让他碰啊，会痛嘛，胀奶啊。对对，怀孕期间是不会的。对。可是慢慢一开始就 A， 然后 A 慢慢到变 B 的时候，还觉得还行，都还不错。可是慢慢的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已经越来越重，所以就到最后变成下垂又外凸这样。哦。对，所以就变成，而且跟身材比例真的。对对对，怪一直驼背。好吧，那待会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的故事。来，请坐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第四位。哎，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虎牙，然后在高雄的夜市，号称是夜市之花的小林小姐。哇，那我们咸酥鸡西施好不好？哇，可爱可爱。夜市之花 VS 咸酥鸡女王西施。好，西施，敲你几年次？我是76。76，哇，这个是要打断他的腿啊！一轮了，因为属兔嘛，啊，一轮了，哇，76 ，OK，